这个频道是分享水晶的实用资讯，如果大家想运用水晶运用得有针对性又有效不撞板的话，请记得按右下角的订阅制，给一个 like， 按一个钟仔，再 share 给朋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今集的 I'm More Crystal 的水晶教室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，怎样通过一些的能量水晶呢去许愿啦，而通过这些的许愿呢去帮自己呢去容易一点达成心愿的。那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好，咁事不宜迟啦，同大家讲下咧，我哋点样咧去通过一啲嘅能量水晶啦，去帮我哋许愿啦，而加快咧我哋达成心愿个功效嘅。好啦，嗱，咁首先咧喺我哋许愿之前咧，第一样嘢一定要做咧就系做啲乜嘢咧？当然唔少得消磁同埋净化呢啲步骤啦。咁大家如果唔清楚消磁净化呢啲步骤嘅话，都冇问题，可以喺我哋嘅 I'm More Crystal 嘅水晶教室里面咧，都可以揾得到有几集咧系针对唔同类型嘅功能水晶咧，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做消磁同埋净化噶喎。 ，OK， 好啦，咁而家就同大家讲下咧，究竟咧我哋咧点样去咧做一个许愿系最好。嗱，首先第一个秘诀，必须要咧你哋带水晶嘅时候咧，一定要带同一种 function 嘅水晶。咩叫同一种 function 嘅水晶咧？即系话，如果我今日我譬如我系做 sales 嘅，我系希望我自己咧今日嘅 sales 咧系可以做到某一个数字嘅，系啦，咁你哋咧就可以同水晶咧去制造呢啲嘅许愿嘅方法嘅。嗱，我打一个比喻，譬如好似呢一种咁样。嗱，大家咧记住，嗱呢一种咧系近期咧最流行嘅呢个金太阳黑骨钢，佢系极度招财同埋极度招贵人嘅一种水晶嚟嘅，而且亦都可以化太岁啦。系啦，好啦，咁佢隔篱呢条系咩咧？大家应该都见过噶啦，呢条咧就系黑人太。咁一黑人太咧，亦都有呢一种嘅功效嘅。当然啦，佢唔少得辟邪嘅效果啦。好啦，咁咧呢两种水晶，由于佢哋咧个功效都系好接近，同埋一样都系帮个 sales 咧去揾錢嘅，去做好佢今日嘅生意額嘅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帶呢兩種水晶嘅時候咧，我許願咧一定喺同，一定係許願咧許同一個願望噶，係啦。咁千祈唔好咧，譬如話啊，我今日咧我要做 target 做到某一個數咁樣樣，但係咧我就走咗去咧攞條咧海南寶咧combination 埋一齐，咁样咧，第一你嘅愿望系唔一致，水晶咧，其实我哋唔可以咁贪心，因为水晶咧好多时咧，佢要俾能量我哋咧，其实专一啲就好嘅，千祈唔好花心，只要大家记住呢个秘诀，一定系要专一咧，咁大家就会容易达到愿望噶，喺嗰个念力里边 ，OK， 好，咁即系话呢个系 for 口才嘅 ，for 喉轮嘅，但呢个咧就 for 咧帮我哋咧今日咧去做个 sales 做得好啲嘅，咁变咗你两个愿望一齐去许嘅时候，其实就会拍散咗嗰个功效咯，咁所以大家记住，同一种功效嘅水晶应该咧带翻咧同许翻同一个嘅愿望嘅，系啦，咁大家呢一个 point 咧一定要留意啊。好，嚟到 step 2啦，咁 step 2究竟我哋用啲乜嘢嘅手势同埋手法呢去同条水晶去许愿呢？係啦，咁而家我就会示范一次俾大家睇嘅。咁假设呢我用返呢头先呢呢一个啦，呢一款嘅水晶啦，係啦，咁呢我就会喺我嘅右手嗰度呢就摆返条呢水晶手串啦，然之后呢我就用左手呢去合十嘅。好啦，咁合十嘅时候呢我点样去许愿呢？就话返俾佢听啊，我今日呢希望可以做到呢个生意额，譬如系30,000嘅，咁希望咧，金太阳黑骨钢你可以守护住我，俾力量我，等我可以咧容易达到目标，但系我亦都会努力嘅。好啦，咁你许完呢个愿之后咧，咁你就可以放手啦，系啦，咁啊尽量摆喺心口嗰个附近嗰个地方咯，系啦，佢好有诚意咁样地去许愿啦。咁呢条亦都系一样，你许嘅愿望咧，基本上同第一条咧系 exactly一模一样，咁係效果最理想最理想嘅。好啦，咁去到最后你今日真係达到目标，你好开心，咁当然一定心情愉快啦，係咪先？我都希望大家呢可以呢都将呢两条真係今日扶咗你一把，或者喺嗰个力量上面俾咗你一把嘅手串呢去
感恩咯，系啦，就唔使合十嘅，你只需要话好多谢你啊，今日辛苦晒啦，咁你咪帮佢做叉电啊，做嗰个净化咯，系啦啊，多谢晒你啊，系啊，我会听日继续努力噶啦。咁其实咧呢一样嘢系好好嘅，因为其实好多时咧，我哋点解人会有信仰咧，就系因为去利用个信仰咧，去帮自己增强翻更加多嘅正能量。其实水晶咧亦都系一样，佢可以俾到好多好多正能量我哋嘅。系啦，咁当然啦，有时可能系争少少，因为讲真，如果做 sales 出嚟都知道，冇可能咧日日生意一定咁好，一定有起有跌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如果嗰日真系争少少，达唔到你自己嘅谂法、你自己嘅心愿嘅时候咧，都希望你可以咧去对住呢条水晶讲啊，辛苦晒你啦。虽然今日达唔到标，但系唔紧要，听日咧我哋继续努力，系啦。咁其实咧呢一啲咧嘅，点解我会讲到呢啲咧？因为其实呢啲系一啲 experience。是的，咁亦都系咧，我身边咧有啲客人咧，佢哋好多时咧都会有呢啲咧嘅即系分享咧，俾翻我哋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集合翻咧呢啲嘅分享咧，去同大家讲。咁记住，千祈唔好依赖水晶，亦都唔好觉得啊，你今日帮唔到我做好条数，其实你都冇乜用嘅咁样。咁其实咧，你带咗呢条水晶咧，其实就等于冇带过，亦都佢帮唔到你咁多，系啦。咁希望你哋可以喺许愿嘅同时咧，真系同水晶咧，好似一个心灵上嘅朋友，互相去扶持咯。咁呢个咧其实发生喺我身上咧，都好多呢啲好正面嘅一啲嘅回馈啊，同埋一啲好正面嘅结果出咗嚟噶。咁我都希望将呢啲咧去分享俾大家，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不妨试下噶。